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电视剧集的包括《潮流教主》《Morning Moons》成为本地潮流杂志 No.1 张日玲踏入时尚杂志界的第一篇稿面世啦！发行了155,000本，全数沽清，有冇人？啲花招嚟嘅啫，咁啱俾条靓妹撞中啫嘛。其实我觉得你咁谂咪 out 咯。如果 Most Girl 冇呢种新思维嘅话，下场就会同4年前一模一样。接书，你唔好以为自己总编辑大晒，潮流教主大晒，人哋打工嘅咋，唔系翻嚟俾当小丑咁玩。想玩我嘅人 ，Most 俾到你哋嘅条件，我哋 Jenna 可以俾到更多。我将会辞去 Most 总编一职，佢将会成为下一任潮流教主。请即透过官方流动应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为各个奖项投票。神级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将演技与魔法结合，选出你最喜爱角色。